韩德君在内线砍瓜切菜，轻松得分啊！现在在那边予取予求，对，想怎么来怎么。这个机会，我漂亮，好球啊！立地爬山。上来第一攻就是低位，给到富豪这个点，不见得一定要用包夹。对，那这样呢，四川队的这个其他队员的这个空间就不是那么的舒服。这个赵继伟，这个突然这二在江苏队是还有唐振东搭档的经理，所以和中锋一块打中锋做配合，他还是很有心得的。富豪回来打了八大敌一个二加一，低位打李元宇也不好打。来看赵继伟啊，还上了。赵继伟近期的三分球手感非常出色。观察一下，打中阵，哎呦，脚步上，还换左手。哈达利非常老练啊。张镇麟今天呢，先得适应球队上的三号位上这个跑动的这个位置，是吧？其次呢，确实。梅奥进来之后，在这集中打结合步啊，还有。没有，再来一个中距离。哎呦，拉斯·史密斯的表现怎样？其实对于四川队来讲，等他的时间也真不短了。嚯，没有进了，上来就先给个颜色看看。因为如果抢一个的话，应该是有两次的这个进攻机会啊。这第一下没有，我看吴昌泽积极的拼抢篮板。给中锋正打哦，两个人之间来个配合。哎呦，再说看他这种防守也不多见。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已经下落了，比较轻。梅奥走左侧，进来之后身体靠着打，哦哟，漂亮！侧对上了梅奥，上线横传，刘志轩的外线是平的吗？在阵容配置上还是没上哈达迪。韩德君，哇，厉害，对吧？你至少对吧？他攻的主动，对啊，至少是解决攻的问题啊。这刚叫完暂停回来，被他打了一波啊，又是一波，进一步扩大了啊。右侧走进来，标志性的转身黄起，二点再补，还是跟进啊。什么球对吧？到我这点上必须得攻了。梅奥啊，有，梅奥是准的啊。看今天的这个投篮命中率，你想象不到啊，之前跟弗雷戴特这神仙打架的那场比赛投那么准，到手里过。梅奥。再分，哇，这么耐心，哇！昨天啊，周琦在场上一站啊，造了对方四个走步，转反击啊，反击！四川队的一犯这样的错误啊，郭艾伦一定是给你惩罚的，得解决进攻，这个是最准的点啊，还是找梅奥，再分。这次对方识破了，地板球的争抢，哎呦，就这一次啊，好球啊！这压力是比较大，对，整个的传递都不往内线去，都在外线倒。亨特瞄框了啊，这次终于打进打出。我们今天找哈拉第一个，再分出来，来看找赵继伟的外线啊，来了啊，时间七秒了，这段时间双方命中率下降的都挺快。哈达迪还在没站起身啊，前场五打四的机会，我漂亮，好球啊！哈达迪不在，韩德君这就舒服多了。是啊，这个球我觉得啊，足以这个入选今天的五加球。没错，没人接应了，突然没人接应了。哦呦啊，这时候没想到过场球送对方得分，这个舒服。底角刘志轩这儿都出来了。三分球，双杀辽宁，还是辽宁队啊扳回一城。一上来四川就一失误，紧接着回来郭艾伦，险些做出惩罚啊！郭艾伦是你看看吧，我这个镜头起来之后被切，好像是打在了郭艾伦自己的这个是，哎呦，给击犯，被吹了个技术犯规了。一般裁判吹技术犯规都是比较生气，两位知道赶紧捂着郭艾伦的嘴。看完就应该是已经做出判罚了，挑战失败，然后第一次暂停，这次亏大了啊，亏大了啊，挑战失败啊，意思没有什么太好的贡献，转身进来再顶，脚步连续的换脚步啊，
这是吹了韩德君的打手犯规啊。到了我们说罚球线左右侧这个位置啊，几乎就是空方进攻犯规啊，掩护犯规挂一下，张镇麟自己要一个长两分啊，厉害啊，又吹一个进攻犯规啊。来看一下啊，哦，右侧这个肘、啊、小小的一个稍微抬手的一个动作，有那么一个集体压火的阶段。赵约打张镇麟，转身过来，有补防的大韩。要吹大韩，打了大韩午饭了，就午饭了啊。其实应该张镇麟，这不应该让老大哥来协防，是吧？这脚步啊，你把底线这步给踩住，不让这苏瑞转过去，啊，就没有后面这个后续的这一下犯规了。这也下手切一下，辽宁非常明确，你哈登下去，我马上就打韩德君，给他十分的球权啊！我刚看裁判这手势，哎呦，这球，这球给了，这稍微有一点随意了。对对，你都运到这个位置，其实没有必要再给了。感觉体能五秒，哇！又被断下来了，这怎么发底线球还成了问题了？这是一个世界难题吗？对，这从2019年世界杯开始，是吧？从现在是从边线一横移到了底线，哇，连续就是发不出来，连续两次，多漂亮的传球，打到篮下了啊！这球终于打进，不错，这个空间能力还没有施展出来。哦，吹苏若雨的伪造犯规，就是有点夸张，有点夸张啊！我们看，不至于，不至于啊！外线瞄了一下框，三分球，篮板球再抢，大喊二加一进，有效。啊，我们说这个士气，感觉完全的难度不大。哎呦，李元宇，这个背后运球不准，真漂亮啊！对对对，但是现在看，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又是掉你身后啊！又是掉你身后，又是失误了。拉夫斯密斯顶开之后没打进，还有篮板球抢下来啊！好在是二点。今天篮下这几个处理的还挺快。对，拜伦也抛一个，但是手感不那么好。哎呦，两人让了，都以为对方会你会，对，拉夫斯觉得我你会啊。今天打的时间其实不算久，不算久，对。下半场开场打了差不多有三四分钟，见效果不太好的撤下了。拉斯米斯进来之后、啊，这还是矮啊，这是对被祝融阵盖一阵着。他毕竟1.83米。嗯。欧洲步换左手也不算好。哇，库尔伦被罚下。对他刚才是为了这个，为了给换人，换人啊，犯了一下。哎呦，巴斯人斯给的强度还挺大啊！还赔一个违体犯规啊！要去赔违体犯规啊？深超啊，深超！哦，拽衣服了，球衣了，这肯定是违体啊！亚尔奇心想：我好不容易上来打一会儿，你还要断我球？拉斯史密斯说：我也好不容易才上来打一会儿，好不容易上来的，没办法呀，兄弟。辽宁应该是不用攻了啊，咱不攻了，四秒了，还要投啊？投一个，没投进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全场比赛结束，93-79啊！辽宁本刚，这场比赛扳回一城，双方赛季的交手记录。